呢項辯論咧，仲有多位議員未能發言，我不會將辯論付諸表決。喺我最後一次宣布休會之前，我同大家講兩句説話。雖然我相信呢兩句説話咧，好多議員都唔同意嘅。第一，能夠喺一個咁精彩嘅議會做咗八年嘅主席咧，呢個係我好高嘅榮譽，好大嘅享受。第二，我相信，我真係相信，我哋議會裏面每一位議員都係用自己嘅方式為香港服務嘅。呢個係我用個肺講出嚟嘅，肺腑之言，祝福香港，香港一定要贏。我現在宣布休會。